在感恩的心的音乐声中，台南市庆祝父亲节的表扬大会，八月二号来登场，由着市长赖清德亲自来颁奖给这的爸爸，向因表达内心的敬意含着感谢。那勇者爸爸呢，指的是照顾身心障碍子女，细心照顾与呵护，终年无怨无悔的付出。勇者爸爸的伟大，让人称许。首先欢迎的是社团法人台南市智障者福利家长协进会所推荐的林荣佑爸爸，我们掌声欢迎。林先生不仅要照顾先天障碍的女儿，还要顾待母职，秉持着对孩子用心付出，只希望孩子能平安健康就好的理念，要陪着孩子走一辈子的路。我们再次恭喜林荣佑林爸爸，恭喜！全家大小眷属都来，林爸爸加油！台湾也好，台南也好，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啊出发点拢同款，有伊是希望要安排，吼、哦，伊个囡仔生出来检查，有较无拄好，有较无拄好，啊，伫这个情形下面，啊，无论爸爸也好，妈妈也好，要照顾这个囡仔特别辛苦，特别辛苦，啊，所以咱当然无法度啊，以囡仔的成就来决定爸爸妈妈本身付出。到底善人较大，善人较少，吼、哦，这无法度，吼、哦。但是伊有法度好照顾这款的囡仔，就会当讲表示伊真勇敢，吼、哦，啊真有贴心。所以咱今日咱嘛是有表扬勇者父亲，吼、哦，勇者爸爸，就是厝内，吼、哦，囡仔啊，伊的这个身体机能啊有较欠款，吼、哦，这款的囡仔，吼、哦，咱有那个勇者爸爸掌声，吼、哦，表示敬意一下，吼、哦，表示敬意一下，吼、哦。除了勇者爸爸，市政府今年也针对着隔代教养，阿公巧用孙仔大汉的大树爸爸来加以表扬。黄子山先生呢，本身领有中度身心障碍手册，为了年幼的孙女，仍需兼顾多重的角色。隔代教养的问题并没有拉开主孙的情感，贴心的小女孩总是笑脸人，是阿公最大的安慰。我们再一次恭喜黄水山黄阿公，恭喜你！恭喜。另外社会又有一个变迁、哦啊、就是阿公阿嬷带孙大汉、哦、这个家庭有发生、啊、意料之外的事情、哦啊、所以阿公阿嬷无退时、哦、无退时、哦、勇敢承担，用顾子的精神去照顾孙子，孙子表现也很好，有的读书读得很好、啊、有的孩子、哦、就是这个家庭这样哇特别对阿公阿嬷特别友好，哦，特别知影呢，迄款的艰苦，迄个心情，吼、哦，啊，迄故事吼、哦，看起来实在是足甘心的，足甘心的。啊，所以咱有老表扬，吼、哦，阿公代理父亲的工作，伊叫做大树，像一丛大树安尼，来照顾囡仔，照顾孙仔，伊叫大树爸爸。当然，伟大的爸爸，因的故事，因的付出，绝对不只是安尼而已。就是父代母慈的自强爸爸，要三十七窟所算出来的金赞爸爸，每一个家庭都有值得咱学习的所在。啊，所以咱真希望讲，咱台南市，吼，咱台南市，经由模范父亲，无同款的模范父亲的表扬，吼、哦，代表台南市各界对恁的感谢，对恁的敬意，嘛希望恁的故事会当予其他的家庭会当来学习，吼、哦，这个社会，台南市这个社会，这个都市会当愈来愈和谐。啊，愈来愈进步，啊，大家合作，啊，愈来愈美满。啊，咱大家的这个典范，啊，包括咱无论是咱个人的表现，教养子女，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为咱的社会这份的努力精神，我相信拢达得到社会各界来给咱表示敬意、肯定、贺乐。今仔日的父亲节表扬中，金赞爸爸内面，芒果之父地汉地先生含着七个区九十七岁杨友才是上受到注意，因幸福美满的家庭更是让咱来欣赏。